的贺天行不是一无所知，是有感觉的。好香啊！说不定贺天行是想透过你的梦身上慰藉求救。今天吃西式早餐啊？说不定那些梦不只跟贺天行有关，也是跟你有关系啊，所以我一直在。今天这么好的日子，不许你再提贺天行。快点，我肚子饿。霸总已经得到手，今天我就收拾行李走人喽。你昨天也是临时来过夜的，哪里来的行李啊？我什么都不带，光溜溜走出去。你的衣服还穿着呢。